布农族猪肉分食文化。猪肉分食是布农族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族人会分工合作进行肢解与内脏清洗，处理过程十分严谨。这和布农族人重视家族亲属关系有关。在分食文化中，也传达尊敬家族长者的观念。传统布农族人的生活，一切行动，举凡农耕、狩猎、祭典等大事，都是以家族活动为主。猪肉分食的文化意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猪肉分食是家族性的活动，家族可以说是一起吃饭、一起分肉的团体。二、在传统岁时记忆中，猪肉分食含有对天的感谢及庆祝仪式圆满之意。三、在婴儿礼俗活动中，猪肉分食有回馈母亲及亲属之意，并表示感恩。四、在婚姻礼俗活动中，猪代表聘礼，而分食由与家族成员一起分享喜庆，并借此机会相聚欢乐。五、猪肉分食是由同氏族之一同完成，是亲属团结的表现，展现布农族重视群体生活的观念。六、早期布农族人若有猎到瘦肉或举行婚礼等，会和亲人或部落族人一起享用瘦肉或猪肉，展现布农族分享及共食的文化。布农族猪肉分食部位分配：一、给女方父姓氏族和有氏族的部位：一、腿骨、脚和脊椎、龙骨；二、猪头、猪尾巴，给女方氏族的男性长者、老年人；计算过来，将肩膀的地方切成一条像杯篮头带一样宽，遂称之，是专属于女方父系的家族。这块肉是要等到婚宴结束后，才偷偷的摸克明们暗地里暗黑并拿出来与女方的父系家族成员共食，绝对不能让其他氏族看到。二、给女方嫁出去的女儿的部位：摸这指肩膀、背部及腰部的部位，及背部一整片。每个嫁出去的女儿分的一块大约15公分见方的猪肉。在以前物资不是很丰富，能分到一大块油脂丰富的猪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二、肋排、排骨，在肢解切割猪肉时，在肋排与肋骨肉的切割处理上要特别慎重，必须要留适当的肉在肋骨上，不然会引来这群嫁出去的女儿一阵数落，有时甚至嫌冒这大块的猪肉油脂不够肥，太小块的。在婚俗分猪肉时，嫁出去的女儿是对他们的娘家最有意见的一群，相对的也是最关心娘家大小事的一群。所以嫁出去的女儿在布农族的亲属组织中是有其重要的分量及角色。三、给女方母亲的氏族添一颗部位：心脏。待婚宴结束，家里的分猪肉工作完成后，由新娘的妈妈暗地里密送陈汉斌到其父系家族，他所有母分享共食。四、其他：一、后腿骨及全部的内脏全部煮成一锅汤，婚宴当天由女方氏族共同分享吃食；二、婚宴当天杀猪、拔毛、清洗内脏的工作，包括主食婚宴所吃的饮食，当天倒酒给女方氏族成员，全由男方氏族成员负责来做。三、猪只的切割、肢解及分发猪肉的工作，由新娘氏族男性成员来处理。Ini apa? Selamatnya kau pagi belum bersih hai. Bersih hai di kondo itu bunuh tu ispahusin masih saya tak tahu. Itu masih masih saya lupa cuma tu. Kau bersih bersih hai kita ni lupa. Apa? Aku tahu tidak hai kan? Selamatnya masih saya ispahusin dia apa? Kau bersih bersih masih lupa. Jadi kemana masih kita tu? Hai kan? Kami mana kerja di mana saya cik saya. Mana? Bapa dah ni bapa dah. Saya tu cakap.
吗？你上海办公办到这么奇怪呢？来，你去旁边看。我们可以请我们长官也来看一下我们布农族传统的杀猪。来，议员。要先把那个猪头先砍下来，那这是有特别含义吗？阿爸，这个生前这个要送给老人家。是的，我们的猪头呢是给我们的长辈。对，我会马上哈巴上买马杜瓜买新的巴布或者是三个七厉害。你好，马上来，什么高度？马巴的杜瓜阿米罗达明高瓦西达，哈巴塞个更高，我们阿里亚西达的巴，你来六零八的阿里亚，我会读，你到对干的来，马巴尼干的是巴布的来，个西阿米罗达明的马来杜高瓦阿里杜西巴加拉西亚西达。所以要把那个肉跟骨头来分开，来做分解。那通常呢，在我们部落里面，都是由我们长辈来做这个杀猪的这个动作。这个杀猪的是我们男性的部分哈，男性勇士所以像其他的工作的话，是由我们女性来承担，比如说酿小米酒啊，洗肠子啊，洗肠子。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肠子已经有在做处理，但是一般我们在杀猪之后呢，其实我们有那个肠子是由我们的妇女来做这个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阿里西斯，所以西斯，蹄膀吗？对不对？猪蹄，猪蹄，小朋友，他的脚，小朋友呢是不能食用。我的理解不是，对，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这个小朋友如果吃这个东西哈，他们就很怕这个过这个不好的路，或者是比较峭壁的路，因为很滑，马跌开，所以会很怕。猪蹄的底部呢是比较平滑的，所以呢小朋友不能食用，以免呢在走山路的时候不小心会摔倒。对。我的妈妈的阿里山是对吧？我的阿里西吉山呢，现在一山一山嘛，一山一山都被挤开了。通常妈妈就马虎去在进来下的，老大都被挤开，妈妈都马虎去他妈山里都搬得下。所以只有猪蹄是送给我们的。被挤开。被挤开。哎，对，被挤开。我们嫁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我都不管了，我晚上打电话啊，晚上啊，晚上晚到吧，保护阿弟，晚上晚点来，晚上我你先一个还是关注保护？我阿弟都不管了，我晚上打电话，比那啥，我阿弟比那啥还还啊，你是谁谁嘛？是叫改变？改变是什么？对，我们的事主还在说的改变。如果说我们高议员这边姓高的话，他们可能也会给姓武的啊，或者是姓江的啊，他们的好朋友，还有姓陈，对，啊，还有姓陈，还有姓洪，对，还有姓洪，哎，还有姓洪，洪的。所以我们是一个一个的都切开了，所以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个猪脚，先把它先一个。先宰杀了，所以这个是有程序的哈。对，有程序。那所以我们这个猪肋骨的这个地方，猪我们这个是送给谁吃？这个一般人都马达米诺。哦，马达米都是可以食用的。好的，好，那在我们在解说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还有做了很多的这个摊板，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朋友可以借由我们所精心为您制作的这个部落分食的步骤，以及它的这个图来做一个认识了解。还有，那我们右边这边呢，也挨着他们现在关注分食的这个文化哈，就给各位去参考。三万度，广播到。
有没有这个米德段有比较米德段的帮忙一下的网络的报复者来的好学习啊、哦、有没有愿意尝试来宰杀我们的这个猪的啊、哦、有没有人愿意我们买咕嘟的啊妈祖你是否不生气来议员要练习吗阿妹祖有没有杀猪阿妹祖有没有杀猪阿妹祖不杀猪这边有一个啊阿姨老板好阿妹祖只会听说这个小朋友哎你的阿妹帮着帮你这个腰子还类似的没什么小猪的我都很容易发冷啊、哦、发冷他们是都把食物都来的温度把 IP 的温度只把它干了吧也不是把它干了的那吧就会给他们治病用的对那我们阿美族代表黄人的服务团队听说是杀猪高手好来请总头目叶大兴总头目来我的爸阿弟妈那一朵把海洋啊把海洋的海外是就低谷或者是妈妈告诉爸爸还三亚还比较专业属海出生也是也是买的一买八的买不够那是买的妈妈啊属海出生啊中德议员也很熟练哈、啊、他是猎人他是猎人好那我们就请叶大兴中统部十五公分啊阿妹组加油啊好大概这个分解这个部分哈、啊，已经大概就介绍完了哈、啊。像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本来要叫你们清楚到太久了，来了。阿弟，侯姐，这个小孩子也不能吃哦、啊。侯姐小朋友也不能吃，不能吃那个老人才能吃。是，那个牙齿不是牙齿啊。舌头也是给猪舌头老人家吃也是给老人家吃对因为小孩子吃的话有人说可能会讲话比较结巴了解我们布农族是一个懂得分享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杀猪呢都是全村部落我们的氏族全家族都能够得以分享包括山上我们所有的党籍来下的一些猎物我们全部都是分享的不一定要十五公分哦还有几公分限制还有这个第一股奶肚腹可不是肚腹尾巴、这个好尾巴这个部分好三样没什么过度台你这个过半是一股在石头比较一股你比较一股来比较一股是三样是都马达丁啊对下都马达斯宾啊的所以猪尾巴是给我们的长辈要女生的长辈女生的长辈猪尾巴因为听说那个猪这个部分很软所以老人家都会比较嫩然后吃的比较顺口对、那我们在杀猪的这个多寡上面可以看出对这个嫁出去的或者这个婚事有多么重视我们在纳马夏我们曾经看到一次杀30头猪啊所以我刚刚有讲过了这个因为我们是布农族是这个分享的一个民族对所以即便我们杀30头40头但是这是我们分出来的也只不过也是这么多是好我们希望能够分享给我们在场所有的我们来自我们部落还有我们来自都会区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家族以及我们的亲朋好友 对好的好